为什么会喜欢电子乐？可能就是因为心中有想做的事儿。你是不是快生日了？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自己上台打碟。太厉害了！真的吗？真不舒服啊？我女朋友在北京。哎，谁是我女朋友呢？女朋友暗恋我吧？我走了。你别害羞嘛，你。我之所以那么确定他还喜欢我，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，那就跟一种信仰一样。人家已经告诉你，人家不喜欢你了。我根本就不喜欢你。那不要这种小题大做啊。然后你那样做，只会显得你很幼稚。但是今天你可能很失望啊，并不来了。他不来了。你要真的喜欢他，你就把他追回来。他如果真的不喜欢你了，你就该学会接受，知道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我了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你又不能学会去面对吗？感情是双向的，知不知道？不是一个世界人，那你不要继续。周雨欣，我陪你去见他吧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，自己的想法很幼稚。他退学，他也无所谓的。家里有没有条件可以送他出国上学？我的电影，听我爱的 CD。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。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呢？那我们俩那些都没有意义。不是我接受不了。很喜欢他，而他已经好。你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你，那么现在就是未来。